下营有三宝，蚕桑、百合和黑豆。别的不管，今天先来吃鹅肉大餐。当地鹅肉餐厅不少，朋友带我来这家，据说老板自己养鹅。首先上桌的双拼有盐水鹅和熏茶鹅。盐水鹅的肉质鲜嫩多汁，熏茶鹅则较结实有弹性。牙口不好的秘密客喜欢盐水鹅多些。最珍三拼有鹅心、鹅肝和鹅胗，心软 Q， 肝香绵，吃起来没有腥味。芹菜鹅肠也很好吃，鹅肠很脆，搭着芹菜吃，越吃越刷脆。两碗金黄色的油上桌，原来是加油葱提香气的免费鹅油汤汁，把它淋在白饭上，味道真香啊。这么多样又美味的鹅肉料理，让我决定下回要再来大快朵颐。动新闻台南报道。